太神了，太神了！看宰小物了啊！真的，难得出现真的宰小物。好像你们平常做姿势，你说这样？对对对，我感觉最像哎，你这是一种。我真的胖了，我真的胖了。Mini Inch Tool Pen 工具笔，它将日常最常使用不同规格的各种笔头装入笔管。哎，叶子，哎，真的像。只要看到格子衬衫跟戴眼镜都是叶子，对，没有胸部也是叶子，超过分的了。那我啊，来，再见。大家有喝过弹珠汽水吗？好喝。可是如果喝到一半想盖起来怎么办呢？不知道。来跟大家分享个小秘技吧。好，看影片，来看影片，来看。看。哇！谁呀？大鱼啊！妈的！哇！忙来试试看。他是不是爆出来？你要压紧。我哦，太久没喝弹珠汽水了，我好紧张。压紧。他干什么？他干什么啦？做效果。好麻烦哦。而且那东西不是回收品吗？上面是不是有其他人口水？拐马机。好啦。他不出来了啦。你要很吃吗？是吗？你看。他不出来了。这样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我觉得这好厉害哦。我觉得他撞出来了。当选就是要喝到，你喝哪嘴啊？当选就是要喝到，当选在你手上怎么那么小一瓶呢？区区这么小东西。嗯，可是一定还是有人。现在是不让我喝了，已经关起来了，要吸的就吸，要关起来是怎样？现在他妈不让我喝了。你现在都排挤我，别人都排挤我。哎呦，杀气哦！哇，怎么了？他怎么那么强劲的冲力想要出来？可以，哎，珍珠奶茶渣。颜色的回报，我好像经历过一场暴风雨的感觉，喷到我脸了，白痴啊！我在学大鱼啊，像，有不少在旁边上的都好笑，我看不到，我好想看到。You got it.